开经本，四百五十面，四百五十面第一行，提旧者，文佛名号，不为意念，净念反观。提察旧神，举起根源，提旧之极，于自本心，忽然其合，终有二意。初即如之不二。那么这个第二呢，即吉兆难思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这是解释了书里面所讲的理一心不乱。这个这两个字，不太好明了，因为他是要做内在的功夫，而且呢，要立一切思维分别，这才是体究啊，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研究，研究是用第六意识。用这个能够思维的心，那么此地呢，必须要离开一切分别之处，这个才是体究。所以这个地方底下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体究。文佛名号，不为意念，不只是一念。如果说闻佛名号，意念不忘，这不是属于体究，这是属于四念，是四一心不乱的境界。那么下面讲呢，即念反观呢，体察旧神，这个就是体究了。所以在四念的功夫更加上一层的深度。那么这种方法我们不会用没有关系，就不必要用，用了也是白用啊。为什么白用呢？你还是用的心意识，用的心意识决定不是体究啊，不如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啊，念到不夹杂不间断，这个四念决定成功啊。四念成功之后，念久了，念熟了，念透了，自自然然就入了理念啊。那个楞严上不是讲得很好吗？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自得心开呀，就是体究啊。心开意解，就明心见性了啊。所以这个法门殊胜之处也在此地。上上根人听这一段开示，一听就悟出。这个跟禅呢没什么两样，中下根呢没分的，禅中下根没分呢，那就出不了三界，没法子了生死。净宗呢，是这个中下根没分呢，一样能往生啊，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世界之后，这个上中下三根呢即是平等，无二无别，这个不可思议。
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。这是即念反观，这个反观很不好讲，也很难懂。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楞严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旋转六根，佛只是举一根来说，根应当凡事它都叫梵文，用这个文呢做代表字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六根不在圆外面六尘的尘境，回过来啊，圆自性，圆六根的根性，那就行了。六根的根性呢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所以你要能够回过头来。佛在楞严会上，六根里面跟我们指出一个眼根，这在楞严经前面很长一段经文，叫《十方显经》。这个经不是眼识，不是跟眼识同时起作用的不具起意识，不是这个东西。离开这些眼识无具起意识，离开之后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见性。见性是真性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在鼻叫嗅性，是一个性，一性无二性。所以能把这个东西真正找到了，那就成无上道了啊。所以佛法叫内学，要往内回光返照，不要去圆外面境界，圆外面境界永远得不到真相啊。佛教给我们修行呢，用这个方法啊，持名念佛了也用这个方法啊。我这一句这个佛号啊，我不圆外面的深沉，我去找这个佛号的根源，这佛号从哪里来的，念出来之后又到哪里去了，这个完全是禅家的功夫啊，跟参禅这个参话头观心没什么两样啊。所以古德说念佛即是深妙禅呢，它是有道理。所以诸位要想知道怎样反观，那不读楞严是没法子的。楞严经第六卷大概有半卷的经文完全讲这种功夫啊，观世音菩萨他所修行的方法功夫，体察就是。体是用心去体会心里体会明了，这就是察察就神这三个字都是明了的意思，从体会当中明了，而不是研究，不是思维，不是在那里推理用这些方法呢都错了，都落在心理识里面举起根源。追根究底，往深处去体会。那么诸位想想，
就这几句啊，就这个三句，我们能做得到吗？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说实在话，心太粗了，这是很细的心啊。这个细心是什么呢？细心就是定心，就是清净心。因此我们明了理业心呢，是在色业心之后啊。你烦恼没有断，这个功夫就没法子做啊。我们还有是非人我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忧虑，还有得失，这个功夫没法子做啊。所以这个是心地非常清净的人，他行，他能够做这个功夫。底下这个三句话了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自得心开”，开悟了，尽兴了。啊，提就之极，这个提就是定功。啊，定它不是死定。啊，如果是死的定，里面就没有观了。他这个定里头有观，就是前面讲的即念反观啊。这个在教下讲呢，就是直观庄运呐。啊，在禅里面讲，禅是静虑，静是定，虑是慧。定慧等持，他用这种功夫啊，用到相当的程度，豁然开悟啊，于自本性忽然起惑，这就是开悟啊。在禅家讲明心见性，在教下讲呢要大开圆解。这个境界按照佛在经上所说的云教的初住菩萨，别教的初地菩萨，这个地位了生死超三界了。不但了生死超三界，他有能力随类化身，那真的是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他就示现成佛，示现八相成道。那以佛的身份呢，在世间教化众生。啊，应以菩萨身得度者，他就能现菩萨身而为说法，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在我们念佛法门呢，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念到这个程度就行了，不要再换方法了，不要再加别的方法啊！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！我们现在念佛当中不知道反观，实在讲你现在也用不住反观，只要注意到真正念到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我们只要求这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是四念，念到四业心呢，生同居土，生方便土，决定往生。可是你要是真正念到四业心不乱了，到那个时候自自然然就会翻观的。为什么呢？心清净的啊。所以这一点同学们一定要晓得啊。这个里面呢有二义，
体就当中有两种境界。第一种呢，如智八二，如是理，是所照；智是般若，是能照，能所八二了。能所八二是自他八二。所以诸位如果要问什么时候我得离业心呢，真正得离业心啊，你的观念变了。怎么变呢？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绝对不会再有人火，再有是非，不可能再有这个观念啊！这些是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，它是正知正解啊！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所以这个底下说：能念心外，无有佛为我所念，是智外无如。所念佛外，无有心能念于佛，是如外无智，非如非智，故为一心。这个境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，就是一心。华严经上所讲，尽虚空变法界是唯心所性，唯识所变，就是这个境界啊！所以这个时候这是化身大师了，这个不是普通人，这就叫成佛啊！虽然不是究竟佛，他是分正佛啊，天台家讲的六界里的分正佛啊，所谓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求人生在世非常的短暂。昨天我参加一个同学会，我们那个学校是个中学啊，校长是周邦道老居士，54年前创校，抗战期间，抗战结束了，学校也就结束了啊，是国立中学，当时是救济这些流亡的学生，所以我们在学校念书就跟当兵一样啊，完全公费，跟家里联络都失掉了，经济来源都断绝了，所以国家来养这一批年轻人啊，衣食住行全部是国家给我们啊，只是有临时中学。我们到台湾来的时候啊，校友大概有170-180个人。昨天我们参加这个会，可以说该来的都来了，只有40多个人吧，一半呢都不在了，还有一些移民到海外去了，一半不在了啊。我在校友会里面，因为我班级低，年龄最小了啊，一般校友都70以上，大多数统统都退休，所以是老人会了。这个聚会很伤感的，为什么呢？每一年聚会都少几个人，
很看那个场面起来说，的确是很悲哀的一个场面啊，人年年老年年少啊，这个在学佛上有很大的警觉。一定要晓得生死是大，无常迅速啊！我们聚会深深感触到啊，年老病苦多啊，还有一个同学中风了9年啊，坐推着轮椅来参加校友会。说话感动啊，流泪啊，痛哭流涕。世间人所求的福报，所求的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尤其是万民健康长寿，年轻的时候不觉得，到了衰老了都病了，哎呀才晓得健康长寿重要啊，到这个时候知道健康长寿重要来不及了啊！什么样的医疗，什么样的药物，那个靠不住。如果说医疗药物能够买到健康，那些有钱有势力的人应该是长命百岁呀。这个是金钱买不到的，也是你势力所不能得到的啊！这还是佛教给我们的，佛知道这个事情，知道得很清楚啊。财富财布施得来的果报，你不肯修财布施，你怎么可能得财富的果报？得不到的呀！啊，修因才能够得果啊。没有说不修因呢能侥幸会得到好果报，没这个道理啊。种瓜才有瓜收成呢，种果才有果实收成呢，你不种就享有瓜果的收成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世间人不明了啊。我昨天送他们大家几本书，里面有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诸位能把《了凡四训》念透了，说实在话，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佛法教给我们的是真正利苦得乐，这个实在非常现实啊！啊，利贫穷苦，利愚昧苦，利老病苦，这是我们真正要求的。佛法给我们讲三种施，就是利这三种苦。要想利贫穷，这不是修财布施；要想利愚痴，就修法布施。啊，那么也许有人说了，法布施我又不会讲经说法，那我都没有法子修法布施啊，那将来生生世世的愚昧啊，这个好可怜呐。其实不然，法布施特别是佛法，
我劝人来听经，介绍人来听经，他听经开悟了，等于是我布施给他的。把法师讲经那个法师变成我的法师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介绍大众啊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统统把阿弥陀佛的法师变成自己的法师。你们注意去想想，这个我们在这个讲习里边，这经讲了这么多遍了，我这一提起，诸位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啊！啊，特别是《阿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把弥陀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。啊，我们今天也如法炮制啊！我们今天普遍介绍人，啊，普遍推广。也是把弥陀功德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，那么我们自己跟十方诸佛如来也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你有没有这个福啊？没有福的人，他不相信的，那是没有福。这是经常讲的。他的善根少，福德少，啊，所以他不相信。啊，那么要障碍这一个法门，障碍人法师，那罪过就可想而知。这个罪过没办法说的。啊，第一功德违背了。就是地业最后啊，你自己一生修得再好，做人做得再好，你要犯了这个大罪业，将来还是要堕阿鼻地狱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障碍了别人的发生回应，障碍别人一生得度的机遇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法布施人人都能修，没有一个人不能修。我们今天赠送他一本经书，告诉他经书的好处，劝他这个信受奉行，这是法师。我们送他一个录音带，给他去听是法布施。现代人修法布施比古时候人呢容易，机缘更多。从前真的要法布施，那真的是要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的人也不多。要想送人家经书，那只有抄写、手写。哪有像现在这么方便，一印着几千本几万本啊，不晓得多少人的利益。尤其是广播电台广播啊，所费不多，可是得利益的人太多太多了啊。所以这个电台呢不怕重复广播啊，唯有重复广播才能真正度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机会听到，你的一遍播了了，甚至于都播到最后的两天他才知道，知道了，知道已经没有了啊。如果有第二遍的欢喜，有很多人第一遍没听到，第二遍的半当中他听到了啊，那你播第三遍这又帮了他的忙。不怕重复播讲啊！要晓得许许多多人还没有听到啊！即使是已经听到了，多听一遍，多听两遍，
更好啊。啊，听一遍，说老实话，不能开悟啊。遍数听多了，才能有悟处，才能入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重复播讲是越多越好。我们读经也是如此，你读的遍数越多越好。你学讲经也是如此，啊，这一部经你讲的遍数越多越好。我往年在台中学经，这一本经从头到尾要没有讲过十遍，这个没学会。能够从头到尾讲十遍的最低限度，熟能生巧啊，这个巧的学生在讲台上才能够灵活运用啊，就不会死呆板了啊。最低上没有开悟要熟啊，熟透了行了啊。所以一般人讲一遍不想再讲第二遍呢，这很难，相当不容易啊。燕培法师这次来住了几天，他很高兴，很客气地给我说，他说我要向着学习。我说向我学什么？哎，他说我过去讲经啊都是讲一遍，都不想讲第二遍，不像你这一部经啊讲很多遍。说这个有道理啊，这是我们两个人学习的方法不相同啊。我是一部经至少要讲十遍啊，才算呢这本经我学会了啊，我可以学另外学一部了啊。不是在讲台上讲过十遍的，我绝对不会去考虑再想学一部经啊，不想考虑啊。所以我在台中住了十年，只学了五部经了啊，学的虽然很少啊，但是学的很踏实啊。所以这个要学，要知道怎么个学法啊，决定不令法啊，令法得的果报是愚痴啊。你看我们弥陀经前面所讲的周立盘陀起，我们不讲公案因缘，不讲故事啊。周立盘陀起是世尊会下头脑最笨的一个学生，没有记忆力。那佛叫他调轴，叫他调轴忘掉了，下面轴上头调也忘记了，愚痴到了基础啊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前一世是三藏法师，弘法利生，令法啊，就是教别人啊，自己要留一手，不能别人超过我，要留一手啊。后世得这样的果报。所以你越肯布施，你智慧越增长。你要想智慧增长，那你就要是全心全意去教人，一丝毫不要保留啊，知道多少你就说多少，准没错啊。那我今天知道这么多，我还得留个两三分，我不完全说出来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那个程度啊，就只在这个地方，不会再往上提升。这个是很可惜啊，全盘都倒出来了，没有了，它明天又往上涨了啊，天天境界不同，为什么呢？不失光了嘛。留一点，留一点，决定不会提升，不会增长。啊，
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，然后我们的布施啊是毫不留情啊，一丝毫不留，通通实现出去。健康长寿啊是无微不施啊，微是什么呢？恐惧。世间一切众生都有恐怖，生老病死是恐怖啊，天灾人祸是恐怖啊，哪个人晓得什么时候有意外的灾难啊，生活的逼迫是恐怖啊，精神情绪的不安是恐怖，恐怖的事情多了，我们能够帮助他，使他离开一切恐怖，这就叫无微不施啊，他心安了，他不害怕了啊，离开一切忧悲苦恼，凡是这一类的通通叫做无微不施。所以无微不施范围非常非常之广啊，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对于众生物质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我们保护他啊，使他心里能够得安稳，这就是属于无微不施。那么相反，如果我们故意扰乱众生的情绪，使他恐怖，令他不安，那么这样的造作就得劳病伤残的这个果报啊，得什么呢？无根残缺，得这样的果报啊。纵不能行无微不施啊，决定不能去威胁别人啊，叫别人身心不安，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得。现在这个果报来得太快了，不要再来生了，现世报啊，太可怕了啊！做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，果报来了之后后悔不及啊！所以我们自己要想真的得富贵啊，得聪明，得健康长寿，要修啊，那不修怎么行呢？哪有凭空得来的呢？啊，天天礼佛拜佛，给诸位说什么都得不到，这个是诸位要晓得，在心性，在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，这个得到啊，这样就是。黄念老常常教给我们学佛的人，不要重视形式啊，礼佛拜佛是一种形式啊，形式不重要，重要在起心动念处啊，改过自新啊，自己要常常反省啊，这是我过去也在讲堂里跟大家同学提出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晚课是反省啊，早课提醒我这一天我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待人接物不违背
佛祖的教示啊，纨绔是反省，是检点我这一天当中所作所为有没有哪些地方违背了佛的教训，做错了事情啊。反省检点过了之后，改过自新啊，我明天决定不会再有这个过失啊。所以大家每一天能够改一个过啊，每一天改一个过，3年之后啊，你就是圣人。3年1000天，你3年改1000条过失的话，你不是圣人，谁是圣人呢？就是佛菩萨了。啊，这个早晚课啊，就起了作用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早晚课有什么用处啊？平常起心动念，立即损人。妄语两舌，早晚课一堂不缺，也是罪过无边的。啊，早晨就欺骗佛菩萨一次，晚上再骗一次，一天照例要骗2次。你说这个罪过大不大？啊，佛菩萨泥塑木雕根本不在此地，都要早晚骗他2次。何况世间人呢？啊，这样的修行法就决定堕阿鼻地狱啊。所以世间人常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这些挂名是出家修行，天天欺骗诸佛菩萨鬼神，无恶不作啊，还自己以为自己是修行，自己以为自己是善人，叫迷惑颠倒啊。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，他自己不知道啊，啊，甚至愚昧愚痴到极处，点都点不醒啊。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已经不像从前还有点含蓄，现在不行了，还是听不懂了啊。希望我们自己啊真正反省，真正警觉，真正回头啊。这一生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往生净土，那我们这个大事因缘就圆满成就了，其他通通是假的啊。世间这一切法随缘，决定不碰，随缘度日啊。啊，决定不跟人争是非人我。啊，像昨天这两个比丘尼来给我讲，他这个道场有了问题了。啊，信徒捐了一块地给他，他们到外面四处花园呢，现在盖这个寺庙，啊，房子已经盖好了，就是里面的油漆粉刷还没有，啊，大部分时候算是完工了，大的工程完工，现在这个地主后悔，要回去，啊，他那个女儿出家了。他给他谈条件，要他那个女儿来做住持，来管理这个庙。他来问我怎么办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只怕没有道啊，不怕没有庙啊，你就送给他好了。啊，他争，我们不争，给他。我说如果你命里有，过几天会有人请你做住持。啊，他听了之后心开意解，好。牵挂忧虑没有，给他好了，要就给他好了，何必给他争啊。可是我说你给他的时候告诉他一句话，你这个责任就了了啊。什么话呢？
这个庙是十方信徒奉献的，你拿去之后啊，还要做佛教的寺院，这就不被因果。如果你拿回去自己享受，将来会堕阿鼻地狱，就把这个话告诉他。他听得进听不进没有关系，我们交代了，免得到以后他堕了地狱会找你，当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，你这个坏人啊，那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吗？你不照做吗？你不觉悟吗？那有什么话说的？朋友义气尽到了啊，是绝不贪念，绝不是想我要来做这个，这个因果责任要告诉你，要讲清楚，这是对他的爱护啊，绝对不想争这个道场，这就对了。他来这个事情心里打个结，是没办法解决，我跟他这一说，也是法布施，也是无为布施，无为布施，他这个心结解开了啊。所以要记住，从早到晚处处啊，时时所干的就是这三种布施，每一天我们就是做这三种布施，就是啊，所以这个讲经讲台上啊，是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那我们印送经典给人，送经典好啊，送录音带好啊，啊，财法无为三种布施都有了，啊，一次都圆满了。哎，这个要做，要认真的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。财富不要有，只要不缺乏就好了嘛。啊，智慧天天增长，啊，健康长寿，啊，少病少恼，这个都是在啊。啊，将来临命终时，欲知实知，如入禅定，啊，心不颠倒，自在往生，我们这一生。就没有白活了啊，这一生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啊。所以同学们呢，要把这个话好好的记住啊，经一定要多听啊，多听的时候印象深刻。那么我们往往呢，这个现在的家庭大概都有电视，没有电视的恐怕太少太少啊，都有看电视。这个看到电视，这个心呢随着这个画面转啊，看到一个喜剧的镜头呢就跟着他笑，看到一个好像打斗的镜头就很生气，心就被他境界转。我看了这个情形呢，所以我想叫我们这边的同修给我们设计一个小小的啊，一个小贴纸啊，最好设计透明的，设计一个佛像莲花啊，当中《金刚经》上四句偈印在上面。哪四句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个贴纸贴在那个电视的荧幕上，提醒你，看的时候想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要随它，不要随境所转，你要能见诸相非相啊，你就见如来了。我看这个很好，这个能度很多很多人，是吧？可是这个设计啊，那个贴纸透明的。啊，不妨碍画面，设计一个透明的，这个我们可以广泛流通啊。你们亲戚朋友家里有电视，都去给他贴一张。啊，所以这个三种布施很重要啊。学佛的人，这菩萨是没有别的，
你看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第一条就是布施啊，实在讲六度啊，布施一度通通圆满含摄都包括了啊。布施里面包括财布施、法布施、五味布施，持戒是五味布施啊。一个持戒的人，大家对你呀、啊、不害怕了啊。你就说财无啊，被你看到了，他持戒，他不偷盗，这个我很安心，没关系，我的钱财摆在这里，他也不会拿的，他不偷盗嘛。他心里没有恐怖啊，我们说话得罪他了啊，或者说的话很难听了，哎，他持戒的，他持戒的人，他不会给我们计较的，他心安。忍辱也是无为布施，精进禅定般若是法布施啊。所以你要小的时候，这个六度啊，一个布施通通包括了。所以我们要问菩萨道、菩萨行，菩萨修什么行啊？菩萨就是修布施，不修布施就不是菩萨了。啊，这是同学们要记住。他常常问你的，哎，你修佛啊？你修行啊？你修什么行啊？你就告诉他，我修的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真没错了，这个不迷信的啊。同时告诉他了，我为什么要修？因为我想得财富，我想得聪明智慧，我想得健康长寿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你就得跟我学啊！你要不想跟我学，你所要的是绝对得不到。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境界呢？这境界就高了。啊，能念所念，能所包，心静意如，这是一心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在华严上告诉我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系，也是唯识所蔽，没有例外了啊。谁的心呢？自心。不但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阿弥陀佛是自己心变现之物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通通是自心所变的。所以佛跟我们所讲的种种修学的方法都是性德，不是外头，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德用。啊，像我们刚才讲的三种布施、六波罗蜜，那是自性功德，自性起用啊，完全与性德相应，所以他才能见性。如果相反了，那就是迷；相应了，就是觉。觉就是佛菩萨，迷就是六道众生。那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就在自性觉、自性迷，就是迷悟之间呐。一觉一切觉，一迷一切迷呀。
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依照佛的教训修学，就是走自信觉这条道路。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难走呢？那就是我们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现在一下反过来的不太容易。这个道理啊，在此地，就根利的人，善根深厚的人，他转身转得快，障碍少。啊，善根薄的人，业障习气深重的人，他这个转呢就困难。业力阻挠啊！啊，那么消业障最有效的方法，念佛，念无量寿经。慈云灌顶大师。在观经直指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经法消不了的业障，就这业障之重啊，如来所讲一切经教法门通通都没有效果，都消不了这个业障，念佛能消。念无量寿经能消啊，那我们想想为什么呢？因为佛号与这个经典呢，啊，这个大小两本呢，是十方诸佛之所护念，你才晓得他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不是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之所宣扬啊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弘扬，没有一尊佛不护念，所以他的力量就特别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！你要真正能够信受奉行的话，没有业障消不了的啊，除非你自己没有依照这个做，把这个经义错解了，你错用了心，你读诵受持至持名号都不能与经训相应，那就难怪啊，果然相应了，没有消不了的。那么这个两句啊，后面有注解啊，这注得很详细。我们看原意：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者，这解释这一句，为一念未生前，佛在何所呢？因心起念，故佛尽现前。这所念之佛，因能念之心而有。若离能念之心，亦无所念之佛。这佛尽从缘，无有自信。这个意思很好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这是佛在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诸法实相，这才是真相。我们要不念佛，哪来的佛？佛就没有了。佛从哪来？佛是因为我们起念，它才现的。唯心所现。哎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佛是菩萨呢？这里有分别执着。为师所必，哎，我们的心能现佛，能变佛，同样我们的心也能现菩萨，也能变菩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能变地狱，能现地狱。
十八戒就这么道理。这十八戒呢，你要哪个八戒，要哪个法界就有哪个法界，要哪个法界就成就哪个法界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念佛就成佛，念贪嗔痴就成三恶道啊，这样才晓得原来十法界一正庄严决定在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不是佛菩萨主宰呀，也不是上帝主宰呀，也不是阎罗王主宰呀，就是在你那个一念心主宰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你一念心善，一切善境界现起；一念心恶，一切恶境界现起。你怎么能怨天尤人呢？佛净都从缘起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佛跟我们讲《法华》华严，也是一大缘起。除了缘起之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我们自己心现，自己心变，现出来变出来之后，自己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你在自己所现所变的境界当中，这叫凡夫，这个苦啊！诸佛菩萨心现心变，他在其中不迷失自己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谓是游戏神通啊，自己变现，自己受用啊。再看底下一句，诸念佛外，无有心能念于佛者，佛见未现之前，心在何所呢？找不到啊。楞严经上七处真心，心在哪里不晓得，可是一动念头啊，心就被发现，就知道它在哪里。因闻所念之佛了，乃引生能念之心。这能念之心因所念之佛而有，若离所念之佛，亦无能念之心。这心也从缘，无有自心。心在哪里？不能说没有。心没有迹象，我们六根的功能都达不到，眼看不见，耳也听不见，手也摸不到，闻不到，尝不到，也想不到，你很会想，想不到，你能够想的是阿赖耶识范围以内的，你能够想得到，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，它能够外缘六尘境界，内缘到八十，就是缘不到真心。那对于心性，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缘不到。为什么缘不到呢？因为它有分别有执着，所以就缘不到。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啊，心性在哪里？无所不在呀、
它是虚空法界的本体，离开本体它能现什么？就好像那个电视的荧幕一样，心像荧幕，所有一切现象都要从荧幕现出来，离开荧幕它现什么？没得现了。所以我们的心是虚空法界，虚空还是心性变现之物，心性不是虚空，虚空是心性变现之物。那心性也不是法界，法界是心性变现之物。那么我们的心有多大呢？现在那个心量小得不得了，两个人还要吵架，你说可怜不可怜呢？第二个就是讲啊，迷摄自心呐，可怜啊，敏感啊，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我这几次讲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呢，心量脱开学起，心量不大就不能入大乘之门。那所以寺庙里建筑啊，天王殿面对大门摆了个大肚皮的弥勒佛，就是告诉你心量要大才有资格进门，那个门槛代表大乘之门，中国佛教都是大乘佛法，你没有大心量进不了大乘之门啊。那么再告诉诸佛，这不进啊还无所谓啊，如果那个小小心量进到大乘之门之后啊，那就坏了。那个门槛是什么门呢？地狱门呐！怎么是地狱门呢？小心量进来之后，破活合身，破坏僧团，他绝堕地狱。所以你看那个门是佛门，是地狱门，看看清楚。实在讲，他也不是佛门，也不是地狱门。心量大了，就把那个门变成佛门。心量小了，就把那个门变成地狱门。外面境界无佛也无魔，佛跟地狱是在自心变现。这个地方得到印证了，我说的话不是假的。同样是个寺庙，我一步跨进去是佛门，他一步跨进去是地狱门，不一样啊！甚至我手拉手一同进去，我进佛门，他进地狱门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入的门之后，一定是先断烦恼，就是先修戒定慧。断烦恼，然后再学无量法门，圆成佛道，普度众生。这个次第决定不能够错乱，错不得的呀。因为念佛了，心也发现，佛也发现。他不念了，不念佛也没得了，心也没得了，都没有了。十相五相啊，一念佛呢，心境都现前了。十相无不相，无不相就是有相。这两句话，诸位要真正能够体会。不管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，心境呢，通通现前。
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心境双明，两边都不现前啊，一起心动念，两边都现前啊，念佛两边现前，念菩萨两边现前啊，起一个贪心两边现前，起个嗔恚心也是两边现前啊，所以心境都是从缘生，缘是什么呢？念头生起来是缘啊，这个缘不能细说，细说很复杂啊，非常复杂啊，那这文士里面讲的详细啊，华严经上讲啊，无量因缘啊，这个心才一动啊，无量因缘啊，你没有缘的话，这个念头不会动的，无量因缘很复杂，很复杂的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虽然是很高的境界，但是使我们能够认识心境的真相啊，它的好处让我们不怀疑，死心念佛啊，知道念佛法门决定没有错误，确确实实有理论的依据。那么底下两句，知外无如，心者是智，佛者是如。智就是真心的起用，真心起作用，一切明了，一切通达，这就是常讲的般若智慧。心起作用，心就是智慧。那么佛呢，是心所变现的境界。如果用唯识来讲呢，智啊，是心的见分。佛呢，是心之相分，心是本体啊，能见的是他的见分，所见的是他的相分，自己见自己，外面没有东西啊，是自己见自己。所以说心外无佛，就是知外无如啊。此乃多近不多人，故云上云花已谢，天马上平田时，这是举古人的一段公案来说的啊。上云这两个字是指的御花园啊，通常人讲上呢，都是对皇帝的尊称啊，御花园。那么这是比喻啊，多近不多人。下一句是反过来说，如外无智。即佛外无心，是如外无智，此乃多人不多见。故云世出有芳草，满城无故人是。世出有芳草是静，满城无故人是人。那人没有了尽在，前面是尽没有了人在，
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叫我们对于宇宙的人生，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看，会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结果都是正确的，但都不是圆满的，这个要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境界里，你只看到这一面，还有那一面啊，像一个一只手一样，你看到正面，没有看到背面，看到背面，没有看到正面，必须要两面合起来看，才能把真相完全了解。底下讲非如非止，这就是看一个整体的啊，没有看到整体，必然有争执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门本身里头争执就很多啊。为什么这么多有这么多争执呢？他知见不能说他不正确，都正确，他见到一面，没有见到另外一面啊。大的宗派啊，宗门教下就互相攻击啊，学禅的跟念佛的人彼此毁谤，这是什么呢？都是见到一面，没有见到第二面啊。如果面面都见到了，才晓得不但十大宗是一了，连外面所有一切外道也是一啊。前面我跟大家所讲的，你要能够体会，你就晓得了。为什么呢？无有一法不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通通是的。那心一念外道，这是现外道啊。啊，一念魔王就现魔，念什么就现什么。那个心就变什么啊？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自性？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。我们的心就平了，心就清净，于一切法才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为什么不取相呢？因为一切相是自性变现的。幻化而无有自性的，不但对于这个色法不取了，心法也不取了，心也是圆形啊。啊，心境两边都打掉了，这个自性就现前啊。所以偏重在色法就是物质为无，不会进心的。偏重在心法为心，也不会见性的啊！必须心法两边都放下啊，才能够其如啊，啊，豁然其如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一句佛号念到心境一如的时候，就起好了。啊，你要问我说，念到什么时候才能到离心不乱？念到一如的时候，啊，念到能念之心就是所念之佛，所念之佛就是能念之心，能所是一，能所不二，那就悟了，就开悟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很深的一个功夫。啊，还有能所，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都落在两边，不能见性，可以念到四一心，不是离一心。啊，我们把这段文念掉，啊，非如非智，故为一心的，啊，这是这一句啊，智外无如。一智多如，故非如。如外无智，一如多智，故非智。互多
两忘啊，两个都没有，这非如非之，故为一心啊。这个是把理一心的境界用这种方法巧妙跟我们烘托出来，像那个画画一样，烘云托月，把月亮画不出来，画云彩当中露个圆圆的，那一看，哦，那就晓得是月亮了。用这种方法把它烘托出来，啊，让我们在这里面去体会，说此人境双土，故云云散水流去，寂然天地空。又云人牛居不尽，正是夜明时啊，这是那个《牧牛图颂》里面的，这些都是属于禅机啊，要细心去体会去领略，这就很有味道啊。那个意趣的前身，随着个人领悟境界不相同，那么这是提就二义，我们讲了一个意思啊。底下第二个呢是急躁难思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。